过平时我们三个人要穿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哪儿都觉得很奇怪。他们就是这种文化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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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个事情，就是明天呢是我们的战庆，听说了，对吧？哎，我们今年11周年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们明天会有惊喜的，对，需要穿特殊的服装哦。等一下呢，因为我没有空，本来我是想亲自带你们去的，但是我等会有会议，我会找一位我的好朋友来帮忙。又认识一个新人，又认识一个新姑娘，我认识你们，一个新的漂亮可爱的小姐姐。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来，这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也是我们现在 B 站的员工，叫阿斯卡。那就由这个阿斯卡带你们去逛一下，买一下衣服啊、okay, 哦，好吗？小云带大家去。哎，这个衣服，看一下，太衣服，看看这个吧。要不要试一下？我觉得很适合你。Thank you, thank you. 哎，这个真的很像我最近在玩那个游戏的女主角的衣服哎。哦。呼吸。您要相信年轻人的眼光，知道这个真的好看。这短短嫩嫩的都是我呀。这个角色，少女。还有蕾丝边呢，这个小裙子多好看。粉粉嫩嫩的，那我答应你们试试。哎，我不一定穿。你穿这个年轻20年以上。试试吧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穿。我为什么今天换了这条呢？那条真太瘦了。那条太小了是吧？太小了。哎，你看我们昨天帮他挑这衣服还好吧？还合适呢，还合适呢。不错呀，我今天穿我是相当不错。刘老师，您当时您帮着给挑的？哎，我们两个一起挑的。一起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穿上你以后还挺符合我的风格。吕老师这件衣服其实挺要命的，太黄了。刚才我一见吓我一跳。昨天就问他，我说我明天见着你是贵还是不贵？我们该怎么办？美女，美女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美女，我们上班去吧，再不上班迟到了。今天大家早已开始工作了，还是今天还是继续工作的？对啊，大家都是工作状态。Hello。嗨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！ 哎呀，天哪！哎呀，这不是皇上吗？美女平身，太酷了！你这是什么呀？蔡姨，您看我眼熟吗？您看他眼熟吗？您认识他的这个？啊，我的那机器人吧？啊。春节快乐，鼠年吉祥，能为您效劳，我三生有幸，哈哈哈。缺心眼子，还真是还真是，比我演这个2个月没吃饭，一粒米没吃。蔡姨，我要跟您拍张照，主要是好看。3、2、1。